你们是不是都忘了吗？吵死了！你知道在没有钥匙和密码的前提下，一般开锁时开这个锁需要多久？要多久啊？最起码10个小时。那我们来不及的呀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厨房可不是一般的开锁室。还有52分钟。 李先生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？一瓶苏打水。好的，李先生您稍等，我这就为您准备。飞往温哥华的 CA7259次航班即将登机，请各位旅客做好登机准备。 涉嫌侵犯他人隐私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